新命记第三章一节，以后咱就活动往巴山去，巴山王国甲伊的众百姓拢出来，伫伊得来甲咱交战。耶和华对我讲，无得惊伊，因为我已经将伊甲伊的众百姓甲伊的地拢交伫你的手中，你要款待伊。亲像早前款待踮伫希实本的阿摩利王西宏一样。三十，对迄时耶和华咱的神也将巴山王国甲伊的众百姓拢交伫咱的手中，咱就杀死因，无留落一个。迄时咱出伊所有的城共有60座，无一座城无予咱所出。这是阿尼格别的全景，就是巴山地国王的国。五十，这些城拢有坚固的关墙，有门有宫。这个以外，也有真侪无城墙的乡镇。咱将这些拢毁灭，真像早前款待希实本王西宏一样，将有人徛起的国城，连妇人甲囡仔一尽拢毁灭。七十，独独一切的精神甲城中的财物，拢出来做家己的路用。彼时，咱对约旦河东两个阿摩利王的手，将阿伦的山国直到希文山的地抢来。这个希文山，西顿人称作西人，阿摩利人称作吉尼尼，就是抢平阳的大个城，吉列全地、巴山全地直到撒加，甲伊得来拢是巴山王国国内的城。十一节。利法音人所村的只有巴山王国，伊的面层是铁的，长九丢跨四丢，拢是用人的丢做伴。现今敢毋是伫阿文人的喇叭吗？十二节，迄时咱得到这个地，对阿伦山国边的阿罗尼去，我将基列山地的一半，甲其中的城，拢互流便人甲加得人。十三节。基于的基列地甲巴山全地，就是国王的国。我予马拉西的半支派，安尼个别全地，就是巴山全地，这叫做利法音人的地。十四节，马拉西的子孙艾尼占安尼个别全地，直到基述人甲马加人的交界，就照家己的名称，这个巴山地叫做哈维德艾尼，直到今日。十五节，我阁将基列和马吉对基列到阿伦的山谷，用山谷做界，直到阿文人交界的亚伯河。我予流便人、甲加得人，阁将阿拉巴甲瓦近约旦河的地，对基尼列直到阿拉巴的海，就是沿海比苏加山脚东边的地，拢予因。十八节，这是我吩咐恁讲。耶和华恁的神已经将这个地赐予恁作业，恁所有的勇士拢得带兵去，在恁的兄弟以色列人的面前过去。十九节，总是恁的某囡仔精神，我知恁有真多的精神，通踮伫我所赐予恁的大个城，等到恁的兄弟伫约旦河迄边，也得到耶和华恁的神所赐予因的地。阁予因得到平安，甲恁一样，恁正通倒来我所赐予恁作业的地。二节，迄时我吩咐约书亚讲：你亲眼看去耶和华你的神对这两个王所行的，耶和华也要对你所要去的各国照安尼行，你无得惊因，因为替你交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。二三节，迄时我恳求耶和华讲。主耶和华，你已经将你的大权力、大权能显露仆人看，在天里、在地里，有什么神会亲像你所行的事，亲像你有大权能的作为呢？第五节，求你容允我过去，看约旦河那边水的地，就是那个水的山地，甲利巴嫩，总是耶和华因为恁的缘故对我生气，唔应允我。对我讲，到遐啦，你唔免阁对我提起这个事。第七节，你着上比苏加的山顶，往东西南北入目观看，因为你决断袂会过这个约旦河。
你却得吩咐约书亚勉励伊，予伊壮大，因为伊要伫这个百姓的面前过去，予伊承受你所要观看的地。对安尼，咱踮伫伯比尼对面的山谷。